好吗？为您插播最新消息，就在稍早，您肯定也有感受到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晃动。我主要就是在稍早呢，6:47左右的时候，花莲地区又发生了有感地震。好，预估这次震度3级以上地区蛮多的，像是北部、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中部、南投、彰化，以及你看到宜兰、花莲、台东这边呢，其实都有感受到稍微有一些摇晃。那后续呢，有更多的消息，我们会随时来为您掌握。